认识孕夫妻，先前被网友发现在社群上的互动减少，且先少合体露面，疑似感情生变。当时两人各自出席活动，被媒体问及婚姻状况时，并未正面回应，让婚变消息甚嚣尘上。不过蔡诗芸今日举办新专辑发表会时，霸气表示两人依旧是地表最闪夫妻，也强调双方一直都是家人，目前状况很好，更透露一家人刚从冲绳旅游回来，现在正努力拼二胎，害羞大赞老公体力很好。日前适逢圣诞节，网友们也在平安夜 po 出了一家人的照片，闪下大批网友，只见他和蔡诗芸女儿都穿着白色大地色系的服装，身边围绕着几棵圣诞树灯饰以及大大小小的礼物盒，一家三口嘴对嘴亲吻彼此，画面十分温馨，证明一家人感情仍旧亲密，也打破了婚变传闻。you